在投手丘的附近，在后面不要快，要快来得及刺杀出局。哇，这个球因为在内的弹跳非常的缓慢哦。李宗贤知道岳东华是快腿，所以一点时间都不敢浪费。给他沿着这条线前进，接到球之后的传球相当精准，罗莉没办法处理，因为是高弹跳。刚好他是顺着他的动能来传球。这球打成了一个三垒方向的滚地球，林威廷行进间传一垒刺杀出局。这个球处理起来好像觉得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，因为他知道开路先锋陈晨威的速度有多快。我第一时间林威廷的站位就站得很理想啊，可以看到曲拳的速度很快。哇，但是在蒋志贤接球的时候，他的重心中心点的位置比较在跑动的这个中线上面。这一球打到了二垒方向，哇！陈崇廷也是美技演出，大家都互相来去啊。今天好像是内野手手背大展示，对，各个角度的难以处理的球。重点不管是往右半边移的话，往左半边移的，感觉状况都还蛮不错。上一个手都是平飞手往右半边移的，这次是有点往左半边来做滑接的。而且接完之后站起来传球，一气呵成。嗯，这球碰了一下之后，结果右半边落地形成安打。陈秉杰现在绕过三垒，要形成本垒的攻防战。结果 safe， 裁判说呢是陈秉杰先碰到的。那现在马上就要来看电视辅助判决了。好，看完了，裁判最后判决是 out， 所以三垒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富邦的进攻。这一边的转身要五，哇 ，nice play， 哇，这一球一个弹跳，最后还是能够抓到，嗯，这个厉害。这个弹跳，这弹跳。